银行烟打内部恋爱，宝贝，你愿意为了我辞职吗？有人，你放开我！放开！啊！照顾什么？批给你一份工作，你要搞得定，我分分钟回家卖鱼。说什么？难解的提款机能突出双倍的钱？你去查出是谁取走的钱，而且要一分不少的追回来。 谁抓的少，谁辞职。你骗我在家，好大的鱼哦，对不对？宝宝，么么么么，好爱你啊！劲儿大了点，小娜，手要最好。不许欺负我！哪有比我好？手感，手感怎么样？ 好，我不要辞职。你刚才说什么？